好，达赖喇嘛昨天在聚餐的时候呢，他是递上了一封短笺给陈菊。这个信中呢，再次表达了来到台湾心中的感谢。同时，为了帮助灾民呢，达赖是捐助了5万美金给中华民国福利联合劝募协会。这个短笺是用英文书写的，这上头呢是有达赖的亲笔签名，文中呢对自己可以到灾区去抚慰灾民的心灵感到欣慰。而达赖同时也具体的行动表达了对灾民的帮助，捐出了5万美金，折合是新台币大约是165万元。